绝指与救我是美女，都这样叫五个姐姐。姐姐，我要弄哭你。姐姐，我很满意，因为公三在现场跟我拍很多戏，我们没有读到，他居然不允许我看他。我唯一两场戏跟你的位置都笑了。没，我设备很专业。你很专业，金凡最棒了。把位置录出来，快点答应昨天。哇！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然后我也跟金老师学习了很多东西，我觉得在此过程中，我们俩也建立了很深厚的，不许说友情啊，感情。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陷入了爱情而不自知。金凡，喝水擦一下，武吉夫人还在这儿呢，你收着点。等我换好衣服，我就能找你别介。